CUP 会场为什么分为蓝区和绿区？每年的 CUP 会场都分为蓝区和绿区。蓝区是由公约秘书处管理的区域，是进行正式谈判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大会的核心场所，对所有有参会资格的缔约方、观察员和媒体开放，需要提前申请注册才能进入。这就是蓝区的证件了。绿区是由东道国阿联酋负责，向所有人开放，以便青年团体、民间社会、非政府组织、私营部门和原住民群体等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促进气候行动的对话和认识。如果你在这周来到迪拜，也可以到 CUP 会场的绿区来看一下哦。